桃园市在昨天新增加一例感染来源不明确的个案，他是一名桃园机场的航警。现在经过疫调框列之后，发现他同住的孙子也被验出了阳性反应确诊。教育局紧急通知孙子所就读的幼儿园停课14天，并且要进行全员采检。现在包括师生还有家长，大约是331个人，框列人数不排除还会再继续增加。担心，赶紧统计中就在医院等。我算啊，就在做那个。临时收到停课通知，家长匆忙来接小孩回家。就要筛检，刚筛检了。幼儿园走廊上摆出椅子，小朋友们排队，依序由医护人员筛检。站在一旁的爸妈看得好心疼，不断安抚。更忧心的是，机场传播链烧进校园。原来15号确诊的桃机航警，按19763经过疫调框列之后，发现同住的孙子也染疫。教育局16号针对孙子就读的桃园私立侨幼幼儿园发出停课14天通知，并框列全员大约331位师生和家长进行采检。那家长可能会略再增加一些。未找到感染源的这个传播链，那因此社区的健康监测仍然是必要的。只是确诊航警 CT 值15.7，病毒量高，而且感染源还不明，已出现家庭群聚。除了针对周边环境进行清消，市府也保留中路和中正公园两个采检站，呼吁出现症状的民众尽快筛检，防堵感染链继续延烧。郑俊强报道。